石林镇上，石林镇上，这里这个转弯口有一家农家土菜馆，平级民宿，在这里吃一头。整条鱼烧是38一斤，紫烧鱼头的话是48。千岛湖鱼头，哎呀，鱼呢？鱼没了。这边这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不，你看一下，没事的啦。哇，好大的鱼，今天就吃这个。沙开过哦，山东开过来啊？山东开过来？对。哇，厉害了！青岛。青岛厉害厉害，我有个光阳400。是吗？不过没有喜欢，但是没有带着家人，没办法，只能开汽车。开了几天了，一直在路上。没有，就前天嘛，前天刚出来。前天刚出来。嗯。不是不是不是。无锡。无锡，无锡禁摩的呀，无锡。然后昨天从无锡过来。哦。无锡开到这里，哇，有好几辆。好好好，慢走慢走慢走。哇，厉害了厉害了。山东车有4辆。石林镇上，那个字不认识，富什么廊桥，有一座桥。然后这里一些有民宿的，有吃的。这里是有鱼排在钓鱼。是千岛湖石林禁摩公园，仙什么漂流，仙人谷。